南投县议会定期会进行县政总质询，县议员姚浩关心今年的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活动是不是会来照常举办。去年因为疫情来停办，真多地农反映影响到地球的销售，所以县长林明晴表示，今年一定会如期举办。县府也已经编列1000万的预算，由农业处开始规划活动的内容。在南投县议会定期会县政总质询顶头，议员姚浩针对着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是毋是照常举办来提出着质询。对此，林明晴县长表示，南投的地米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地米的产量更是全国上多，地农拢正期待着这场的活动，所以今年会照常举办，而且特别编列着1000万的经费。分配预算的时候啊，特地。就再给我们农业处1000万的经费啊，让我们这个世界产业博览会啊，能够办得更好啊，更完善啊，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喜欢喝茶的好朋友来这边喝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在这边卖茶的茶农啊，有一个得到一个还很好的一个设备啊。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已经举办超过10年，是县内重要产业经济活动。去年因为疫情停办，正在地农反映地米销售成绩无理想，所以县府等开始来规划着活动的内容，将依照着2020年的防疫模式，甲相关的防疫措施来做好。相信呢，今年啊，世界产业博览会啊，我们会如期的举办之外呢，那么大家就非常关心的这个疫情的问题啊。我们会像去年、像前年一样，会把这个疫情的管制，会控制得非常好，把这个进口各方面的检查都会非常有必要的。县长表示，目前举办的时间暂时定在10月8日到10月16日，活动的内容主要也是跟往年同款，而且加强来推广有机农业这些观念，把好地来行销出去。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